80%的一个棉花产自新疆，就80%在全球范围内，世界上每5件棉质的衣服就1件是新疆棉。也是今天感谢了那个全国青联和全国妇联的一个支持，还有今天这样直播，做成这样的支持新疆的一个活动。就我觉得咱们家自己家庭家里的花怎么能不支持呢？所以我今天刚好找到新疆比较的支持新疆的一个活动。它是用的是99.99%的新疆棉，适合新生儿、宝宝、孕妇。